切割的魔术其实跟这个道具的原理几乎一样，人始终是藏在这一节的啊，然后手啊、头啊、脚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头往这边移一点，手往这边移一点，脚往这边移一点就 OK 了。这里面呢，提前藏好三节啊粉笔，然后呢展示是空的，把这个呢一只正常的把它放进去，然后呢切断它，还可以倒出来展示。展示每一节没有任何磁铁，没有任何粘连物，再依次放回去。整个魔兽重点从现在开始推过来之后呢，可以真正的展示完全复原。这个呢就是一个简单的人体三分的断物复原的版本，简单实用，而且呢可以随身携带。你不可能每天带个箱子到处去切人，但是你可以每天带个盒子到处去切断粉笔，再复原粉笔，再展示。领学费了吗？